我唔知你捌看到一款嘅图画哦，叫做 stereograms， 伊是一款，看得清楚真复杂嘅一个图个。但是你若注意看，你看较久咧，一直看，你该剪哦，到野久哦，有一个图会浮出来。好，真侪人会看到，因真好看，在抖音阁看，哇，有啥物哦？唔知怎啊哦，我未看到，我看无，无论我怎啊看，我偌专心去看哦，无论怎啊看，一直看无，别人愈看愈剧烈，我是愈看愈受气哦，因为我看未出来。我的小妹伊名叫李四噶，伊细汉的时阵哦，伊未晓讲 R 迄个条R。一直气哦，一直讲袂出来哦，伊如我哋如笑哦，嘚，伊袂晓讲哦，伊嘅名嗰是李四哦，李四姓 R 开始嘅，我拢感觉真趣味个。当别人有我当憧憬啊，咱伊看起来感觉真普通哦，看起来真贵，但是咱唔知怎啊，佮伊一直气，一直袂退掉嘅时阵，如果哦，咱就会。可能会愈受气，吼，爱愈吃呀。为什么因那退伍啊？为什么我那袂退掉啊？相反，我唔知咱有安尼款的感觉无？有个人真像因甲上帝哦，真接近，吼，逐日拢有新的见证，逐日因拢经历着甲上帝跩时刻哦，叫做 God moment。哇呀，做 God moment 哦，哇，今下分享，明下分享。看下是我那无啊，看下是，我那看下亲像真少在急神的时刻呢。今下早起咱要来看一段的经文个，你头头读一段的经文哦，你感觉讲这段经文亲像真普通哦，无什么代志，好、哦、就是约瑟玛利亚带耶稣去圣殿的，有创一下仪式啊，对圣殿啊。读到一个人名叫西敏，另外一个名叫安娜，啊，底下因讲几句话哦，安尼就了咯，无什么特别啊。哦，你在我头头读的时阵哦，我是感觉讲，对啊，哦，这个无什么新的代志哦，亲像真普通的一段的经文。但是我安尼来注意看哦，伫这段真简单的经文，这个真普通的日子里面，约瑟、玛利亚、西敏、甲安娜。因拢拄着，因拢有经历着甲神的时刻，吼，在 God moment， 因怎啊那会看到，因怎啊那会得着出来啊？我相信咱对这段经文啊，咱也是我当来学习，我嘛咱注意来听，注意来看，和咱有我当学习，我要怎啊得着更加多，安尼甲神的经历，我要怎啊得着更加多，我会了解，我会听着上帝咧对我讲话。啊，对因所做的在三个故事里面，我相信咱也是有当学习。我要怎样有更加多一款 God moment， 哈，甲神、甲上帝的在时刻，和我有当也是同款有得到真多甲神的经历。头一项，咱要做的哦，是要有顺服的生活，咱有顺服的这个将主的话语给活出来。咱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21-24节。而且讲满了八日，就甲囡仔行吉咧，甲伊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迄个无有正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按照摩西律法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因带着囡仔上耶路撒冷去，将伊献乎主，正亲像主的律法顶所记，凡偷生的男的囝，拢得确被称圣归主。我要照主的律法顶所讲。协用一只的斑鸠，啊，协两只啊，一对的斑鸠个，啊，是用两只的刺甲来献祭。咱要怎啊经历着上帝呢？咱要怎啊甲主有更加亲密的关系？对这开始哦，对到落开始啊，就是对有一个顺服的生活来开始。咱的生活，咱怎啊活着？咱就学习亲像约瑟甲玛利亚。咱看好因两位。因就是遵照上帝的旨意，真侪跩条规，真侪跩条例，约瑟甲玛利亚拢按下去修。咱来看哦，这样，头先因伫啊第八日的时阵，甲主耶稣行吉咧，哦，这个是所有犹太人诶跩男的囡仔拢着经过。第二项应该起名为耶稣，耶稣就是这个天使。甲早已经未玛利亚未诞生以前，就已经甲伊讲吼，你的囡仔要甲伊起名为耶稣，
哦，咱为人讲都无什么特别的哦。咁是顶礼拜咱看到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嘛是安尼哦，因是将因的囡仔名叫约翰，因为迄个是天使界讲的名哦，所以约瑟甲玛利亚做嘛是相款。第三，因更加做洁净的礼仪，照着利未记十二章，底下讲到玛利亚哦，因为伊生了。有了男的囡仔，伊四十日是无洁净，然后以后就过献啊，这个啊，甲个两只的甲，正做这个献祭啊。当时你讲，当时的妇女人哦，拢嘛是安尼，好在犹太人因也是有了男的囡仔，因大家拢是着安尼款的做法。第四，因将主耶稣该奉献和上帝，好该献和主献为圣。这个是照着民数记第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，讲头生的哈，头生的在男的，隆重是拢属的上帝，所以这个是应该都来做。咱有人会想起来哦，讲哎，那你都无什么特别的哦，约瑟玛利亚因做，就是家家因应该都做啊，所有虔诚的犹太人拢嘛安尼做，敢有什么都无什么特别啊？你讲的无唔对哦，因创的其实是真普通。大家人拢嘛是安尼行，但是迄就是真正咱所咧讲诶哦。主要诶点就是讲，咱着活伫顺服诶生活内面，咱着来顺服。因创诶就是因应该着创诶吼，咱讲大不着创诶，因应该着安尼行。因为当咱行，咱应该着行，咱做应该着做，安尼咱是个最顺服。是当咱顺服的时阵，咱就将咱家己徛伫这个恩典的路顶，用阮上帝将恩典赐予咱。你知上帝其实真爱予咱得到恩典哦。当然，咱讲上帝予咱的恩典，无一定是咱咧想的哦，真有钱咯，真舒爽咯，跩个做恩典。上帝恩典有真侪方法，有无相款的恩典会临到咱。但是一项真重要的哦，就是讲，当咱来顺服。咱将咱家己徛伫这个恩典的路顶，得到上帝恩典临到咱。咱若无顺服的时阵呢，咱就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咱就无可能会得到，因为咱无顺服的时阵，咱就无可能接受到上帝要给咱的跩恩典。会记得阿当甲夏娃哦，咁是因就是因为无听上帝的嘴，上帝讲袂做食这个对分别善恶的树。会家己袂做出来食，当因食的时阵，因无顺服，当因无顺服，因就失去了这个我当甲上帝亲密的关系，逐日甲主同行，逐日甲主这个真亲密的关系，因就失去了这个恩典，因无法通得到在甲上帝的时刻。当咱无顺服的时阵，当咱无照咱应该行的去行，好，其实咱大家人拢有罪性，好，其实你讲。约瑟玛利亚做真简单啊，有影真简单。但是时常咱嘛是安尼，哦，听嘴是讲起来真简单，哦，唔过咱个也想讲，干那我就安尼行，干那我就安尼做啊，干那我就顺服啊。因为咱的罪性，咱时常是无顺服。当咱顺服的时阵，约瑟玛利亚就是因为因顺服，因就甲上帝有这个连带关系，这个路在通，哦，在我当。接到上帝下，上帝恩典就通临到咱。几个月前，阮有买一个方式哈，真水的方式，叫做 oscillating 啊，这个 circulator fan 哈，真在什么方式，真特别的啊。寄来时阵包啊真水个，所以我就用加剪剪剪剪哦，该剪开剪内面的 plastic， 该开开剪牙嘴哦，哎，无水的哦。将迄个电线，迄个插电的电线去剪断啊！我剪了，哎呀，去剪断咯！这无通插电个，你再一个换水的方式哦。这方式唔单单会说安尼多边加边个会起落哦。这个方式佫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咯、哦，啊，免去关起哦，啊，远起伊就会行咯。伊佫有32 kbps 的哦，32 kbps 的 speed 的，哇！这方式是真特别的哦。但是迄条线呐断。你若无通插电的时阵，这个风扇等于无动用啊！吼，因为风扇无电，伊就无通做正伊应该着做的工作。相反，当咱无顺服的时阵，咱甲上帝的关系就这个软弱，咱甲上帝的这个关系就迄个就未通，上帝恩典就无通临到咱，咱就无通经历着伊。所以咱讲要爱得着。
甲主有亲密的关系，我爱经历着主，要怎啊经历啊？头像咱是着有活伫顺服的生活内面，咱的生命就顺服主。第二项，咱也爱讲有国家经历着主，咱着伫期待中的听候。意思咱真唔忘甲主这个关系啊，咱一直等一直等，期望讲我会得着吼，底下咧听候咧等。咱来看路加福音吼第二章25-35节，25节你讲哦，讲底下罗撒顶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个人佮公义佮虔诚，所想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佮圣灵伫伊身上，伊得了圣灵的启示。知影家己未死以前，的确看起主所立的基督，伊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了圣殿，正拄着耶稣甲伊的父母抱着囡仔入来，要照律法的规条规，吼，这个规矩来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指伊来，称颂上帝讲：主啊，如今通伊照你的话，头帮仆人安然起誓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伫万民中、万民面前所有备的，是照着亮光外邦的光，阁是你以色列的荣耀。囡仔的父母因为遮论耶稣的话就稀奇，西面甲因祝福，阁对囡仔的老母玛利亚讲：这个囡仔比例是要予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。阁真侪人兴起，阁要做诽谤的话变，叫真侪人心内意念流露出来，你家己的心也要被刀来刺透。约瑟甲玛利亚哦，伫遮因就是咧做因应该做吼，因事实是咧顺服。然后我相信当时当因带耶稣来到圣殿吼，咧该奉献的时阵，应该嘛是有真侪其他的父母也是咧上款带着因的囡仔来献给上帝。但是呢，特别是伫迄个时阵哦，当玛利亚约瑟入来的时阵，拄拄好拄着这个西面，西面伊一看到耶稣的时阵，伊就认得出，这个就是弥赛亚，伊就该指来，伊就讲着真侪关于弥赛亚要完成的真爱预言个。可能你会想哦，这个伊哪会知影哦？伊哪有这款的感想啊？西面哪会知影？伊哪会晓得讲？这个就是耶稣，这个就是弥赛亚，是草图看吗？是我念的吗？是伊真够猜吗？啊，还是伊是咧猜那啲啊？哦，这个就是咯，这个就是一个囡仔咯。咱来注意看哦，西面伊一生咧创啥？伊哪会知影有啥物代志发生？伊哪会知影？几项哦，咱看到，伊是一个公义佮虔诚的人。第二，伊是所想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。第三，有圣灵伫伊个身上。第四，伊得到了圣灵的启示，吼，伊属于一个伊真敏感圣灵的话。第五，伊真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伊受圣灵的感动，圣灵讲叫伊去圣殿，伊就去圣殿。第六，伊阁真了解，伊真清楚知影弥赛亚到底是啥啊，然后弥赛亚要做的工作是啥物。所以西面这个人吼，真正特别。你知哦，当你那是这项代志的专家，你真明，你真熟这项代志，到一个地步，你会看到，你会了解这项代志是别人哦，普通的人、一般的人未看到，因也未明白的，是专家才会看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专家有这个特别的安德纳个，这个天线个，伊这个电线，伊个天线会得到会收到跩消息。是别人未收到的，因为别人无咧注意跩，别人无咧想跩，所以这个专家伊才会得到的一个特点。我顶摆有一个朋友个，伊家己因为特别无头毛了个，伊有挂假头毛哈，伊有挂一个假头毛，然后真奇怪哦，伊真好认啊。好，伊讲迄个人也是假头毛啊，迄个也是假头毛。我讲那有影，迄个看起来真。真就真像真正头毛，伊讲无，迄个是假哦，这个嘛是假。我讲你怎啊知啊？伊讲我知啊，因为伊真注意怀吼，因为家己挂假头毛，所以真够看别人看上啊，也是咧挂假头毛。相反哦，当咱真注意这物件，当咱真唔望会看到，从咱的期待，咱的 expect， 咱的等这样代志，安尼咱会看到的规这个比率哦。
那个 percentage 更加贵啊，因为咱真注意，咱咧听，咱咧等，咱咧听候。下面伊这个人的特点，就是伊一生就是咧听候弥赛亚会来到，伊一生就是咧祈祷、咧等、咧听候，所以伊才会知影，因为伊归世人就是咧听候主会来到。咱呢？咱生活有什么款的心态？咱活着是不是咱真唔望今下啲我会甲主相拄？我真唔望我会看到主耶稣，我真唔望我会经历着主吗？还是咱咧想东想西哦，无咧注意听候主呢？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安尼讲哦，伊讲因为上帝救正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教训咱赌气无敬虔的心，及世俗的情欲，伫今世自修公义，敬虔道德。第三十三节真明哦，听候所盼望的福，听候所盼望的福，并且听候至大的上帝及咱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，以为咱写了家己，要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国洁净咱，得做家己的主民。热心为善，因为咱所注意的哦，咱去注意去听，注意去看的物件，真自然咱就看会明，真自然咱就听会到。你唔知道有想到无？每一摆咱啊去真侪人哦，真闹热的所在哦，还是真侪吵声的所在，唔知怎啊哦，人啊叫咱，咱会听到咱的名。好，真乱，真侪人真吵的时阵，咱会听到咱的名。譬如说，你不，我相信你不去在政府的在 office 你去创什么手续咯，要办什么 ID 咯，咁是叫你单吼，你坐咧单，伊若叫到你的名，虽然真吵，真侪人叫真侪人的名，但是叫到咱的名的时阵，咱会听见啊。干那子啊，头前因为咱咧单吼，咱真唔忙伊，唔忙叫我的名。第二项哦，咱等真久咯，一单一直单一直单。第三项，咱真熟咱的名，因为安尼，因叫的时阵，咱真自然会听到。相反，咱有咧听好无？咱有真期待哦，讲我唔忙会听到主。咱有这款的心态，真自然咱就听明，真自然咱就会听有主要对咱讲。诶，话句，咱有听明无？咱会认着无？咱会认着主的声音无？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哦，耶稣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不因，因也跟着我。我的羊认不我的声，咱就认不主的声无？下面因为伊真正虔诚，伊个真正公义，伊属于真实，伊真实主的话。伊真实上帝的启示，所以看真正明。等主耶稣来的时阵，伊一看，伊就知影，因为伊一生咧期待，伊一生咧听候这个弥赛亚的降临。兄弟姊妹，咱国家厉害哦，咱国家感谢主，因为咱唔单单有古约，咱国有新约，咱有全本的圣经的启示，咱有法通得着主国家做的经历。因为要经历着主主要的方向是接着伊的话，吼，咱要认捌一个人，主要是接着伊的话。咱也听着伊的声音，咱甲一个人有沟通，有咧讲话的时阵，咱真自然会如认捌伊。相反，咱要来认捌咱的主，咱来经历着主，咱就来读伊的话语。提摩太后书哦，第三章十六十七节，甲咱讲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吼，意思是伊的话，这是上帝的话，滴滴教训。读者和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拢是有益的。和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务必行达行的善事。干哪子啊？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，哈，是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意思是上帝的心讲予咱听。当咱有问题，当咱未明白，当咱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，咱就去读落册啊。咱要怎啊经历着主啊？我去到伊的话语里面，因为伊的话。会帮助咱国家人不易，所以咱就好好用时间哦。伫圣经咧，咱就来读默想、反复思想，到底主要跟我讲的是什么？然后每一摆来到主面前个时阵，咱有这个期待的心，讲主啊，今下日你要对我讲啥？今下日你要个显明什么，让我了解？咱有你款的心态，真自然，咱就会经历着主。第三项。咱要怎啊？国家经历着主哦，国家有跩甲上帝的时刻呢？咱就热情的侍奉，咱就继续的侍奉主，一生来侍奉。三十六到三十八节，
安尼讲，伊讲各有女性的名叫安娜，是阿舍支派法来力的查某囝，年纪已经蛮老了，就是真老了。伊最当女出嫁的时阵，甲丈夫点了七年就寡姑了，现在已经八十四岁，或者会翻译个做寡姑了八十四年，并无离开圣殿，金甲祈求日年侍奉上帝。这迄个时阵，伊进来称谢上帝，将这个囡仔的代志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，就按遐来讲解。咱无真清楚知影这个安娜到底是谁啊？但是对这个规则内面，咱的了解哦，有怎样代志真正特别。头先哦，伊真早起的时阵就已经做寡妇了，好，而且咱知影讲当时的查某囡仔差不多十二至十五岁哦，迄阵差不多迄个时阵牵手。伊若讲十三岁牵手哦，七年后二十岁已经做寡妇了，哇，真少年个。唔单单你圣经无讲到因有囡仔。所以真大可能哦，差不多应该是无囡啦。所以诶，即讲生命哦，一生是真正困难诶。寡妇当时是真正艰苦诶，现在已经真老了吼，真老。先讲伊蛮老个吼，三十七则讲伊即阵八十四岁，而是翻译另外一方面，最少讲已经做寡妇八十四年了。伊若做寡妇八十四年哦，若二十岁做寡妇八十四年已经几岁了？一百零四、一百零五岁了。哇，真实是真老个。咱看到一个人哦，一个妇人，伊经过犯罪的苦，受到犯罪的苦，跟着犯罪的困难，应该是什么款的人哦？可能是真老个真，那讲个老个派个，就是讲就是真满有怨恨、受气，安尼不乐呵、无欢喜的生活，可能是真正孤单的人哦，无爱跟人讲话啊，无爱人跟伊讲话哦，那是真特别哦。你看这个安娜并不是安尼啊，伊是完全的多调，甚至是最讲是圣经里面哦，这个最第一号的老妇人个，可能伊若参加咱的姊妹团契哦，已经唔再得到几个奖了个。注意哦，伊虽然年老，但是伊也个真活泼，可以家己行动，家己行路，伊讲话也真明。伊嗰、那个伊个伊的思想也真清楚，吼，佮真敖想，伊属灵方面。啊，是完全的了解，然后伊对这个因的这个团体内面信徒的团体，佫真有贡献。伊上时常是伫圣殿内面，底下咧敬食基督，伊咧侍奉，伊咧安遐敬拜上帝。圣经讲伊完全无离开圣殿，吼，意思是真骨力，哇，一七日廿四小时哦，定定咧侍奉主。意思就是讲，阿那这个人吼，伊完完全全的。归世人就是献给主，因为伊安尼行，因为伊是安尼款的人，因为伊剧烈，伊安遐完全的底下咧侍奉，所以当耶稣、当玛利亚、约瑟带耶稣入来的时阵，正正这个时阵伫圣殿内面，阿那拄着因，阿那看就随随了解，这个就是弥赛亚。迄、那个点睛哦，这个经历着上帝，这个点睛是因为阿那伊怎？伊无停的侍奉，伊有完真正活泼的，真正出力的，按遐投入的，底下来侍奉。耶稣伊那是正做一个真受气哦，真做怨恨的老人，规日出来也无要出去哦，就人来侍奉伊无要侍奉别的人，按遐真够受气，真够骂人的。我相信迄日伊未拄着这个代志，伊迄日未看到主耶稣，伊无通经历着这个真特别上帝的恩典。相反，咱呢，咱要怎啊经历着上帝？咱要怎啊更加看明主的同在，加着侍奉，好，咱着无停的侍奉。有人讲哦，牧师啊，我已经伤老了吼，我已经伤老了。我问咱无一个人讲，我伤老，无法当侍奉主哦。咱假想啊哦，是一百空四、一百空五岁，请举手个，有无？有人比一百空五岁佮做岁无？哦，可能你若一百空位，你也是手夹袂起来咯。但是你注意哦，阿娜伊犯罪系有关我当侍奉，咱也是我当侍奉。你讲牧师啊，我要创啥？我犯老咯。阿娜伊创啥？伊金甲基督，金甲基督是一个真特别的侍奉。伊安遐我当为着真侪人来基督，伊个真侪信徒团体内面真大的贡献。就我讲呢，伊金甲基督，伊日年拢咧金甲基督。伊基督啥哈？那有犯罪通基督啊？
我相信为着家己来自基督，为着弥赛亚们早日来基督。然后我相信阿那，伊伫这个圣殿内面思想为着别人，怀来圣殿的基督的人，为着因的需要来基督。所以因为有这个团体，因为伊属继续的侍奉，继续底下有活泼的活动，伊继续甲遐里姊妹有这个关系，有关的团体内面，因为安尼，伊国家经历着主，国家经历着上帝。相反，咱也是着注意哦，咱也是着继续的侍奉，加着咱的侍奉，加着咱继续活泼的做，安尼咱就会通经历着主。所以今仔日咱学习着哦，对于约瑟、玛利亚、西面甲阿那，因四个人有啥物相同的所在哈？因相同的所在就是因拢是真普通的人，哈，因拢是真普通的人，无啥物特别啊。但是因为因所行的，因得着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。相反，你甲我，咱来说讲，咱是真普通的人哦，咱也无啥物特别啊。咱要怎啊经历着主啊？感谢主哦！咱要经历着主，唔免看怀 stereogram 怀图，看也久，看也久，看也看到上帝无？咱就创啥？今仔咱学习着三项哦。头先咱是着继续的有顺服的生活。第二项，咱就有期待的听候，咱咧等上帝要跟我讲啥，今仔要跟我讲啥。然后咱继续有热情的侍奉，继续为主活泼的侍奉。安尼咱就我当经历着咱的主。换咱的日子哦，虽然真普通的日子，咱通得着真特别。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经历。来，咱来阿头三个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我你，因为阮虽然阮的生活真正普遍，可能阮感觉讲我活着都无什么特别啊，我的生活也无什么特别啊。但是伫阮普通的生活内面，当阮真正按下追求，当阮活出顺服的生命，当阮真正有咧追求，爱听着主的声音，当阮真正继续热情的来侍奉，常常替别人祈祷，甲遐尼姊妹有连带关系时阵，主阮就要更加经历着你，阮要更加看着你，阮要更加做甲你诶这个关系诶建立，所以帮助互阮三款，亲像玛利亚，亲像约瑟，亲像西面，亲像阿那。阮继续的来跟地你，继续的来侍奉，继续的来期待，借着阮跟地，借着阮顺服，互阮更加经历着你，安尼阮的生命活着就更加有意义，阮的生命就更加大荣耀和主你的名，愿你的灵继续的引出带领，互阮真正追求，互阮的生命真正荣耀你的名，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，阿门。